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我要你带我去遨游四海，游遍大江南北，赏尽名山大川，好山好水，过一些逍遥自在的日子，你会答应我吗？当然会。我不是想欺负你，看我跟他相比谁比较美啊？当然是你啊。女儿家还是懂矜持比较好。那我不懂矜持，你不是照样喜欢我吗？这果子可甜了，你多吃点。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就是死我也不怕。不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谁在闹事？手无寄无礼了！明明，推翻朝廷，我志不变；娶赵姑娘为妻，我志亦不变。
抛下一切，跟我浪迹天涯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哎，我们可以周游四方，到处惩奸除恶。等我们老了，不想再走动的时候，就归隐山林，放羊种田，与世无争。